资深电影投资人于东，三不原则是什么呢？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不涨票价。拍电影有什么两大禁忌？切记两头大，这个制作费大，演员费大，但是龙门飞甲恰恰是犯了大忌的。密切留意星期二晚10:30，那望过台背后的故事。